顺其管，你真正的看清楚了谁？我是你的合法妻子，是佳一的姐姐佳丽。那晚就是你灌醉了，被记者拍到我们在一起，不然我的妻子就是佳一。我喜欢了你11年，我说没耍手段，没人会相信。我们离婚吧，所有错我都背了。如果你非要这么认为，我也认了。老板，这是太太给您的。 离婚？他凭什么是先提离婚的那个人？大小姐，二小姐在会议室，我去给您通报一声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。二小姐和盛总结婚满了2年，遗嘱已经生效了。意思就是说，以后所有的继承权都归我了，是吗？我终于可以把齐怀抢过来，这种把心爱的人让给妹妹的日子，我受够了。为了股份设计了我丑闻和婚姻，股份到手，现在要策划我离婚。 我再民政局，你过来。这婚我不离了。佳丽，你耍我！盛奇怀，我这辈子都不会让你们在一起。你们休想得逞！哎，别跑！哎，小心！啊！你没事吧？哎，干嘛呢？他也跑得快。啊！不是他，他怎么在这儿？得了。 看不见我！你好，我是他的正牌女友佳丽。我就差你也可以，但我要确定他有没有资格待在你身边。他轻易去定政府。 他赢了，我就离开。可是，诺兰，给你。你这是？我可不想趁人之危，不管比赛，我可不想你因为怕侧漏不好好发挥，是我胜之不武。谢谢。全失误了。什么？怎么样？有意思。接下来。 我赢了！眼光不错哦，你赢了。我怀里舒服吗？抱歉。害我出来这么多次，你说该怎么办？我不知道。是吗？不然作为女朋友，用一辈子来。又断了，我还怎么赴约？姐妹过来一下。 怎么了？下次来帅哥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。那是我弟呀，他是。哎，你好，我是跟你相亲的方圆，今天您是有事去不了了。哎，别！到手的鸭子又飞了。这不是有现成的吗？怎么样？一刀就不客气了。别忘了取消相亲哦，亲。不不不不。 哇，好精致的礼盒啊！还不是因为某人听说你牙齿敏感找不到合适的牙刷，看还是情侣款，可以一起洗刷刷哦。啊，哎，小心！你们继续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不要。其实我姐，我们晚上去吃什么呀？ 哼，你喜欢我闺蜜啊？我帮你啊。早就行。我没有你这女儿，你母亲的医药费我不会出的，死了这条心吧。哟，齐总您来了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还不快走？等等。 跟贵公司的合作会有人跟你对接，你先出去吧。哎，好。请问你这是？你母亲的医药费我来出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和我结婚。结婚？为什么是我？你需要钱，而我需要一个身份简单的人结婚，事成之后，你母亲的医药费我负责。可是，考虑好了来找我。佳丽小姐，你母亲的病情不能再拖了，请尽快凑齐医药费。麻烦再过一天时间，我。 看，只能找他了。
徐总，这是大力的全部资料。您时间不多了，再不转移您就……当年要不是因为他，夫人，只有他跟小姐的血型相匹配，只要将诅咒进行转移，小姐就能平安无事。开始吧。我也不会变成这样，不出意外，他肯定会来找我。到时候，怎么会？糟了！看来有只小野猫想要逃跑了。哦，亲爱的，你们这是？对对对，我们，哎，你这是什么？啊！这可是我最后一发。两任竹马都是暖心天使，我的竹马却是两个冤种。啊？哎，佳丽呢？你怎么了？你们说呢？明天是我跟男神第一次约会，你们最好不要来捣乱。是什么？衣服就当对你的补偿了。算你有良心。嗯，真的好水润，还挺有眼光的嘛。给你，谢谢。你谁呀、啊？学长，这是我弟弟。佳丽，我喜欢你。我。他的手没空。欺人太甚。哎，你们。哦、我错了。哎，听说了吗？现在总监和我们林总监喜欢同一个人。齐总，会议资料整理好了。齐总，这些文件需要您签字。今晚招待会，林夕陪我去。想去？别做梦了，谁来都不理我。抱歉，总监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来干嘛？刚买了两件新衣服，想让你帮我选一下哪件更好看。你衣服已经够多了，买这么多不怕浪费吗？不会啊，不穿的我可以放闲鱼上卖掉。最近我身边朋友也都在闲鱼上卖闲置，像我这没穿过几次就闲置的衣服，逛上去卖的可快了。点击下方链接，你也可以上闲鱼卖闲置赚钱。嗯，就它了。顺便告诉你一声，因为你的脚伤，招待会的人换成我了。这次招待会表现不错，恭喜你获得了我的芳心。全公司都知道，林夕也喜欢你。苹果，你也配？认识你这么多年，你以为我就知道是你捣的吗？虽然你一直都不喜欢我，但是我怎么会舍得害你呢？我只是想……没爸没妈，还真以为自己是千金小姐啊！你有爸有妈，没见你多有素质。跟我走。你只能有我。